设 A、B 为样本空间 S 的两次件 ，A 的几率等于三分之二 ，B 的几率等于二分之一 ，A 连及 B 的几率等于四分之三，是求 A 交集 B 的几率以及 A 交集 B 的补集的几率。第一小题的话，我们由 A 连及 B 的几率可以知道，它等于 PA 加 PB 减掉 PA 交集 B， 我们把数字带进来。四分之三等于三分之二，加上二分之一，减掉 PA 加几 B， 所以我们的所求 PA 加几 B 算出来等于三分之二加二分之一，减掉四分之三等于十二分之五。第二小题 ，PA 加几 B 的补集等于 PA 减掉。PA 交集 B，PA 的几率是三分之二，减掉 A 交集 B 的几率是十二分之五，所以等于十二分之三，四分之一。